有看男嘉宾，嗯，女朋友买衣裳，好像女朋友都已经讲完价了，他又跑过去又把钱塞给人家了。你，我就想问，都讲完价还不给人家钱塞过去？你试试脑袋是不是有钱给你狂的呀？就是你家有再多的钱，也扛不住你这么败坏呀。就你这种类型啊，可适合跟我们十三号大衣柜俩过。那再有座金山，你们俩得。啥也没有，都得上街要饭儿的。这是大衣柜呀、啊！哎呀，大衣柜今天头发咋又变成这样了呢？我这不是得变吗？啊，慢慢变，看我七十二变。哎呀，啊，这认不出来了，真是百变啊！小伙儿，啊，你说咱俩要过的话，过的能不能败家？过的能不能像他说的是啥都没有？败什么家呀？那玩意儿媳妇儿多花点儿，我到时候我省点就完事儿了，那有什么败家的呢？好。看着看着，这才叫老爷们儿。你那钱天天掉下来，两咔咔往别人那儿送。十四号，如果咱俩是两口子，刚才你要是跟我这么唠嗑的话，嗯，我就告诉你，媳妇儿我错了，下次咱不的了，行吗？